大家好，这里是 CEO 口语美，这不是睡觉前，好，是白天来练练歌，反正外面下雨哈。来，今天来练应该是昨天老师有提到的一首歌，好，熊天平火柴天堂。我今天才发现熊天平原来是创作型歌手耶，哈，这首歌作词就是熊天平加赵俊杰，作曲是熊天平，那个齐秦的夜夜夜夜也是他唱的，这首歌哦，齐秦也有唱过哈。那就来试试看，好，然后我没有一直听熊天平的歌，但是我有听过这首歌，所以昨天老师提到的时候，我觉得应该还蛮值得练练，因为他的副歌哦，其实是可以练习你的咬字啊和换气，来试试看吧，开始，但不是我的 key， 所以我往上升六次哈，我先原先升六次，再原 key 来试试看好了，原 key 应该就很低了哈，对我来讲，现在是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安徒生的，好，创作灵感。走在寒冷下雪的夜空，买着火柴温饱我的梦，一步步冰冻，一步步寂寞，人情寒冷冰冻我的手，一包火柴燃烧我的心，寒冷夜里挡不住前行，风刺我的脸，雪割我的口，拖着脚步还能走多久？有谁来买我的火柴？有谁将一根根希望全部点燃？有谁来买我的孤单？有谁来实现我想家的呼唤？每次点燃火柴，微微光芒，看到希望，看到梦想，看见天上的妈妈说话，他说你要勇敢，你要坚强，不要害怕，不要慌张，让你从此不必再流浪。每次点燃火柴，微微光芒，看到希望，看到梦想，看见天上的妈妈说话，他说你要勇敢，你要坚强，不要害怕，不要慌张，让你从此不必再流浪。妈妈牵着你的手回家，睡在温暖花开的天堂。走在寒冷下雪的夜空，买着火柴温饱我的梦，一步步冰冻，一步步寂寞，人情寒冷冰冻我的手，一包火柴燃烧我的心，寒冷夜里挡不住前行，风刺我的脸，雪割我的口，拖着脚步还能走多久？有谁来买我的火柴？有谁将一根根希望全部点燃？有谁来买我的孤单？有谁来实现我想家的呼唤？每次点燃火柴，微微光芒，看到希望，看到梦想，看见天上的妈妈说话，他说你要勇敢，你要坚强，不要害怕，不要慌张，让你从此不必再流浪。每次点燃火柴，微微光芒，看到希望，看到梦想，看见天上的妈妈说话，
他说你要勇敢，你要坚强，不要害怕，不要慌张，让你从此不必再流浪。妈妈牵着你的手回家，睡在温暖花开的天堂，天堂，天堂。好，我把 key 降回原来的来试试看，就是练习啦。好，重播了。对我来讲可能太低了哈。走在寒冷下雪的夜空，埋着火柴温饱我的梦，一步步冰冻，一步步寂寞，人情寒冷冰冻我的手。一包火柴燃烧我的心，寒冷夜里挡不住前行，风刺我的脸，雪割我的口，拖着脚步还能走多久？有谁来买我的火柴？有谁将一根根希望全部点燃？有谁来买我的孤单？有谁来实现我想家的呼唤？每次点燃火柴，微微光芒，看到希望，看到梦想，看见天上的妈妈说话。她说你要勇敢，你要坚强，不要害怕，不要慌张，让你从此不必再流浪。每次点燃火柴，微微光芒，看到希望，看到梦想，看见天上的妈妈说话。她说你要勇敢，你要坚强，不要害怕，不要慌张，让你从此不必再流浪。妈妈牵着你的手回家，睡在温暖花开的天堂。我觉得台湾的流行乐坛最难得就是这种创作力哦，什么题材都有哎，而且都很棒哦，连安徒生童话都能创作出歌曲哈，而且是经典歌哈。走在寒冷下雪的夜空，埋着火柴温饱我的梦，一步步冰冻，一步步寂寞，人情寒冷冰冻我的手。一包火柴燃烧我的心，寒冷夜里挡不住前行，风刺我的脸，雪割我的口，拖着脚步还能走多久？有谁来买我的火柴？有谁将一根根希望全部点燃？有谁来买我的孤单？有谁来实现我想家的呼唤？每次点燃火柴，微微光芒，看到希望，看到梦想，看见天上的妈妈说话。他说你要勇敢，你要坚强，不要害怕，不要慌张，让你从此不必再流浪。每次点燃火柴，微微光芒，看到希望，看到梦想，看见天上的妈妈说话。
他说你要勇敢，你要坚强，不要害怕，不要慌张，让你从此不必再流浪。妈妈牵着你的手回家，睡在温暖花开的天堂，天堂，天堂。好，来，这里是 小口一枚，拜拜。